火烧。这个、哎呀，没事没事。酒饼，这个是吗？九万，这下可坏了，小老外都开始跟他婆婆学生打麻将了。看看这婆婆啊，教俄罗斯儿媳妇打麻将呢。你又抓一个、啊，你劝你搬家可能我去你爹死了。不教学点好啊。会，我教你。让你儿媳妇站身边给你来来点子啊。我给人点两马炮了。给你来来点。给你点两马炮了，妈妈，咱屋里得万拉斯唯一个了。你放完了吗？这本来站老妈身边是想要给她增加点运气，结果连输了好几把。机智的傻姑娘一听，赶紧就要跑，因为这傻姑娘实在是太了解她婆婆的性格了。我不会以为打吧？她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。她说赶紧走吧。她说你一会儿输了该赖她了。她说我呀？哈我们把她那能赖吗？啊，要不当时我也是这边分手，这是不听。认赌服输不能赖，赖人那那不行，赖人我躺下呗。好，飘的牌吗？这不是。不过我看这小老外对这麻将是真好奇呀、啊。不一会儿又凑回到老妈身边学习上了。认识这个吗？认识。我认识这个。嗯，一二三。一二三。别往里扔啊！咋这么没脸呢？好，你看他这多贼，他到那儿他就不说中国话了。他跟我说的俄语，他怕他们听见。九万。万呢、啊？我没抓呢，你来抓。借起得起万。这是条，这叫条子，三条，这不三个吗？三条。一会儿这点牌都让他仨听着了。没事，这是一万。这是万的，这是饼，几饼？十个黑子，对，七饼。打啥了？此时此刻，我这自学散装俄语的翻译实在是不知道咋给纳斯杰翻译，这又饼又条的，逼的没招了。我给纳斯杰翻译的是薯片和薯条。Be the rock, chips。嗯。9万。哎呀妈，你们这麻将是老年麻将，这么大字呢？不是，你这是大麻将。啊？现在都这个。那就针对岁数大的，这就是。九遍。是，人家现在都用这种大麻将。这个是什么？九万，万。